五、四、三。我要有请全场所有的人跟我们一起合唱，永远都会在。生活似海，起伏不定，无边总是看不到头。我与春风，浪迹远方，因为我并不平凡如同。忙忙碌碌，反反复复，那是我的言不由衷。勇敢为你无畏的做白日梦。万有和声，唱着不能动，望着又被动，当睡着了犯不懂，像婴儿只会用哭泣来照亮。走路的坎坷，不安的坐着，无奈的失恋着，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。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旁，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等候。五六七八，生活似海，起伏不定，无边总是看不到头。谢谢我们现场的400名观众，这个方阵的声音。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是特别容易共情的一首歌。刚才都不是现场400位这个热心的朋友们，其实完全是400多，因为我们的摄像也一直在唱，非常有感染力。因为有的很多跟着我们一起奔跑的，他们都跟着我们奔跑10年了。包括今天我们录了一个小小的短片宣传，然后放了一些音乐让我看到，我说这是我18岁时候的影视作品，然后我说谁还不是曾经是少年呢，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有梦去追，就来看这一期奔跑吧，我们一起去追梦做少年。这一晃一路奔跑，可真是把你跟凯哥从个少年快熬到中年了。你把沙哥放在什么位置？不不不，你说的是郑恺从少年熬到了中年，你呢？李晨来就是中年了。你来的时候都老年了，我告诉你。
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认识一下我们方正的朋友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第一个是212，举个手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贵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的一名学生，我的名字叫做龙子明，然后我今年大二。对，你觉得你唱的怎么样？唱的不是很好，我觉得今天。那我们换人了。听一下吧，我觉得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。每一个会唱歌的人都像你。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那我们下一位，223号。223号是在。这个姐姐一下最炸眼儿。这一看就高手。大家好，我叫郑子熙，来自贵州遵义，目前就读于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大四的学生，我是一名哥老族女孩。哦，所以今天的服饰是专门的。我今天的服饰是我们哥老族未婚女孩的盛装，这个红色的头饰是标志。哦，为了迎接你们的到来，盛装出席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你对自己刚才的表现，你觉得打多少分？我觉得88吧，比较吉利。那我给88.88吧，更吉利。请音频老师放回放。习惯说谎，就是变成熟了吗？哎呀，这要该出唱片了，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？好像你的声音啊。咱们谁的声音都像，真的像。欲望变卖着错过的人，感觉这首歌限制他的风格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是降了一个 key， 感觉他就是一直忍不住一声 baby， 感觉内心有很多的能量都被这个 key 暂时压抑住了。下一位是254。哇塞，帅哥。我叫鲁月霄，然后今年大一了，然后是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学生。觉得刚才自己唱的怎么样？66.66分。主打一个吉利，对吧？来，我们请音频老师放回放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。你这有点刻意了啊。却在奔腾而光着身子，某天夜半忽然醒了，像命运叫醒了。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。中音部分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叫小黑牛啊？你知道吗？平时唱歌就是会这样，动不动发一下吗？会。这是舞蹈要发力嘛？有时候有一个动作。现在我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我来告诉你，举手。211。来，我们也请兄弟团来给你们的方阵倒数。3、2、1。恭喜！我们认识一下其他几位好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茂源，目前就读于贵州大学，是一名来自音乐表演专业的大二学生。这个声音一听就感觉很好听，很会唱的样子。对，很会唱的样子。大家好，我叫周玉林，我是来自贵阳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工的一名文艺干部。您这个声音也确实是一个比一个好听。大家好，我毕业于贵州大学，然后现在是在高校做图书管理的一个老师。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五位人选已经定下来了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兄弟团可以到观看区休息一下。加